内室弯道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制服己心，箴言25:28。人不制服自己的心，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。人如果不约束控制自己的心，就像是没有强援被毁坏的诚意，容易四面受敌，被罪恶欲望攻击。现今的时代更加邪恶，罪四处泛滥，一个人若没有自制力，很容易被外界诱惑，顺从情欲撒种，就像失去城墙的诚意一样，失去了保护，随时被仇敌践踏。主啊，若没有你奇妙恩典的手时刻搀拉着我，我也像世人一样，没有力量制服自己的心，一直活在被私欲罪恶牵引的生命里。谢谢你宝贵的话语归正我，圣灵保惠师不断耐心引导我，让我能够靠着主的大能大力攻克己心，叫声服我，使我不断地顺着圣灵撒种，在圣灵里收永生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祷告，阿们。